好看，终于和小宝宝一起吃肉了。好看呢，你吃慢点哈，毕竟小宝宝的主食。小宝宝其实也是挺护食的，大部分肉都在他的脑袋下。好看得侧着嘴，侧着脑袋够。小宝宝是不是吃差不多了？你可以退席了，剩下的让好看吃吧。一吃肉都有那个持久力呀、吃肉我像抢不过好看，但是和小宝宝一起吃肉，它还是有一些谦让性。你看，明明里面还有肉，好看就跑了，不吃了。其实这点肉对于好看来说不算什么，好看特别能吃，这一盘子肉好看都能吃了。小宝挺能吃啊，白天吃了几顿猫粮了都。这点给好看了啊，小宝，好看，把那些吃完。哎，小宝啊，你也快成好看了，特别能吃。哎呦，我去，你肚子已经够圆了啊！去吧，去吧，让好看吃。快吃完了去找妈妈去。今天表现不错呀。妈妈在这呢。哎呦，你傻愣愣的，你看啥呢？哎，哎呦，你傻乎乎的看啥呢？哎呀，小宝，你到底吃到最后了，真是你不让着好看。看看，小宝跑得多快！去，哎呦，去看宝宝去。有宝宝走了。去看，带宝宝玩去。他现在放心好看看着。哎，那也每天都得跟在后面。跟着。去吧，小宝，来下地，操练起来。你快快，哎呦呵，我跳，快点！嗯啥呀？你俩像坐牢似的，还旁边有一个看守。那是黑猫警长。黑猫警长在旁边看着呢。嗯啥？你出来得了呗？咋了？来，没事，让他们自己待着吧。待着一会儿，他就自己下。他喜欢在这里玩。来，握手。来，你不秀长腿吗？小胡子可好了，基本上不收指甲。胖嘟嘟的，浑身都是小肉。现在肯定比他爸当初来的时候胖多了。他爸当初来的时候咱们没有气儿。哎呦，下来了。是我偶像的小胡子吗？他最。出来吧，待会儿小胡子肯定也能出来。小胡子出来。你俩这个脸差四个的。啊，偶像，你脸能比小胡子大三个多。逮给我的个儿子。要不要出来呀、啊？你咋？我离你这么远，你都还挠我？你有暴力倾向？不许！挠不挠着是个水平问题，挠不挠是态度问题。下来，小胡子。给你笼子拆了。别在那拆笼子了，下来吧。多高啊！胆儿真大，猫真喜欢长高。你让偶像好好休息一会儿吧，偶像。要不要出来呀？哎呀，来握手，小胡子。哎呀，你瞅，你老成天歪个脖子干啥？我想出来吧，老在里头待着。你说你俩还凑成 CP 了？你俩在一起，居然一起睡了两个多小时了。他俩对比起来都好玩。就是啊，要不他你俩怎么这么铁？不是，今天小胡子刚进去的时候，偶像想走，不愿意跟他待在一起，结果待着就不愿意分开了，处出感情来了。偶像说我想走，他老抱着我的腿。啊，刚才掉下去是他抱下去的，对，给拽下来的。他刚才偶像想跑嘛，然后小胡子上去把腿给抱住，往下拽。
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。